起床了，我们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要开启新的旅程，出发吧。这工具还挺全，我去擦一下豆腐。欢迎比我高，我让他去擦去，我够不着。欢迎将近1.7米的个儿，能可以。等会儿我给你把着，等会儿啊，慢点啊。能再往上上一层，没事，我给你把着梯子呢。个高真是有好处哈。对，就那个眼儿，就是给它画了啊。完事，可以了，特别清晰。我乖，慢点。看没看着，个高还是有好处的。我闺蜜啊，比我高这么多，还得有我吧？走。这是我的行车记录仪，我也得把它给擦一下。用手它就化了，那它可能冻上了冬天。行 ，OK。我们这个车呀，前两天因为跑高速了，所以呢，高速上撒的都是盐，弄得这车哪里都是，看看，都发白了。上面呢也都是被盐水呢给喷上了，所以呢给堵上了。没看那镜头那块都发白了吗？所以得给它擦一擦。这个呢就是我车里的行车记录仪。看一看这回多清晰，擦完是不一样啊。看看后面的倒车雷达也都好使了，这么亮堂。这面呢就是我们昨天的露营地，后面呢都是苞米地。这边啊，哎，我在这儿。这边呢还有一个像公共厕所似的，但是还有点不像，上面五角形应该是不对的。原来是一个公共厕所，早知道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来了。但是这公共厕所好像没有门啊，算了吧。等到了市区啊，我得把我这个车呀好好的给刷一下。听说呀，这个高速上撒的盐呢会腐蚀车漆。这个梯子是我上大额头上铺的那个梯子，现在给它放在里面。现在呢我们要继续前行了，先把所有的东西啊都给关好，放在下面，这样，哎，对，这样呢行车呢是不是很好？对，这样呢行车会很安全。我闺蜜啊现在也正在跟我学习做自媒体，有模有样的，看不看着？我们走吧出发，开启了下一个旅程。咱们不能走太远。对，嗯，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然后咱俩还能 happy。对，滑个小雪呢，玩一玩。哎，我真有一个地方滑雪，走。对呀，我整个塑料袋，咱俩从上坡滑到下坡，也挺有意思的吗？太艰难了，其实出来啥也不想，挺好。嗯。要是平时的话，在店里还挺忙。嗯。东西要是备全的话，挺好的，就走到哪儿都不会缺什么东西。对呀，都行。现在也是疫情期间，咱俩也尽量别去那个市区啥的。嗯，尽量隔离呗。对，尽量就是避免他们。对，不给国家添乱。嗯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然后我们下一个视频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